过关系，但是没有在一起的。你要有吧？怎么办？大家都知道了。那你会觉得说男人就是玩玩就好吗？是啊。向上频道，据网络上不专业统计呢，有网友统计出我一年大概被骗的金额是125万元。首先谢谢这位网友这么热心的关注我的生活动态，不然我不得不反思一件事，到底呢是我太单纯，还是太善良，还是单纯运气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了一位，就是好像也经常被骗的来宾，兔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兔头。你也有被骗钱的经历过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有啊，只是我是从最近才开始。突然的经验告诉你，这个刚开始以后还会很恐怖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之后还会越陷越深的意思？对，就这个意思。不可能吧？我第一次被骗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是告诉我说啊，下一个会更好啊，以后一定会更好。你现在被骗了，以后就被骗？不会，就是金额越来越大，所以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好啦，那对于被骗的这件事，你觉得究竟是哪里的问题？究竟是我们真的不会看人，还是你觉得单纯是运气不好？我觉得运气吧。所以你觉得你算蛮会看人的？我觉得我不算蛮会看人的，但只是刚好这阵子运势比较不好。你是怎么感觉你运势不好的？就是以前都没有遇过，然后突然会这样子，就很奇怪。哦，就是突然遇到以前没有遇过的事，你觉得很反常，然后就代表你应该是运气不好。那么今天的企划呢非常简单，制作人会随机帮我们出几道题，然后让我们去找相对应的人。那我们就是测试我们到底会不会看人的时候到了，比如说找个处男什么之类的。现在天底下还有处男吗？不会啊，你说现场就一位。哦，摄影师，抱歉抱歉。我要做一个搭讪，而且你今天其实打扮得特别帅，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呢，就是不单是要非常会看人，找到我们指定的那个对象之外呢，我的任务是我要负责找男生，你要负责找女生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很严重的哦，我们是会 PK 的，要是谁输的话，会有一个非常社死的惩罚。那我一定会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。直接我们第一道题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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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找的是交往人数不超过5位的。交往人数不超过5位。对。而且我告诉你有一个规则哦，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，就是选，就是这样在信义区扫射，但是我们选定一个就是那一个了，然后就直接问他说，比如说交往人数几位这样。没有，你们可以旁敲侧击，就是不要直接问说哦，那你交往过几个？这样就不行。哦，等。你可以就是啊，你星座啊，或者什么，就等于说我们的 keyword 是你交往过几个人。那这个答案是最接近答案的为主，还是一定要一模一样？谁先找到谁就赢。赢的那个人决定他要先还是后。剪刀石头布。那我先啊，这也太简单了吧。那香菱就 go 出发 go 好，耶、我是今天的第一棒。那我今天首要任务呢，就是先找到谈恋爱次数不超过5位的男生。然后我现在已经在那个 ATT 楼下了，我先看一下，我扫射一下。我觉得现在会玩夜店的人都还蛮会制造自己行情的，可能比如说明明就交过超过10个女朋友啊，可能也会说哦3个哦，装纯情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边排队的随便一个都可以抓。真的吗？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你觉得他会装纯情？我觉得越帅的越会装纯情。如果这要真纯情的话，我觉得这里的工作人员或安管应该会是最纯情的，因为他们时间哪里工作，哪有时间谈恋爱？哦，哎，有道理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边随便抓应该 easy。那你们现在扫射，你选定一个。我问一下，问一下，哎，讲中文吗？那你过来。他要你。哎，看看他找到一个，他找到一个。超快，他找人有优势啦，两颗摆在那，谁都会跟他搭话嘛。对啊，几岁？20，才20，那不就是还是学生吗？还是学生。今天跟几个朋友来这里玩？8、9个吧。哦，20岁，念哪间学校？清华。清华。认真清华，认真清华。白天的，我看一下学生证，很扯哎、欸、如果有一个什么高学历抓我，直接满分，超稀有的。他也清华的。清华。他台大。玩哦、放暑假，平常都在读书，偶尔放暑假出来玩。好，那我要问你一个关键问题，请问一下，你从以前到现在交过几个女朋友？一个而已，一个，认真一个，认真一个。现在还在一起吗？分了，分手了。对。那你要当我男朋友吗？不是，这是整人节目吗？没有啦，好啦，过关，我过关了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不会，我第一个就过了。他第一个就过了，他一个而已，而且他是清华大学，他要给我看学生证。我刚才还在跟他讨论他要怎么做。我很会看人，以前的被骗误会，你看，因为我觉得你的社会
历练比我深。据我了解，你很常出入这种场合。没有。我的预设立场就是来夜店玩的人，他们都会装纯情，尤其是女生其实更吃香，因为女生其实不愿意透露自己交往过太多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也很轻松可以过这一关。我们刚刚讨论就是你有一个凶气，你有凶气去访问的时候其实蛮亲切的啊。如果我怕他等下到处问都会没有，有没有办法？他有确定好之后，你陪他，对，陪他一起去。可以。那第二题，我们请阿峰来公布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第二题要找的是性经验人数不超过三个。他不是接着第一题哦，第一题你已经赢了，可以直接进入第二题。对，我觉得在这里大家可能都善于包装自己，所以也未必。可是三个确实是一个有点刁难的数字。如果你说五个，我觉得可能还有机会，可是三个有点刁难。那兔头你先加油，我给你一个方向，那边那个穿全白的、那个女生是台大的。既然香你都提出这么好的那个方案，那我们就去吧。好，走。好，他们那一群想说为什么我们要去找他们。嗨，你好，学生可以跟你访问一下吗？好，我想问你的就是你有，你先问人家怎么称呼啦，我先从基本资料开始问起啦。哦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 Jade。 想问你有过的性经验有几次？3到5吧。我们需要一个确切的数字，因为我们正在比赛，我们要找到正确那个数字的人才算过关。三，确定吗？要确定哦。确定。我希望你可以多介绍你自己一点。你今年几岁啊？21。那你对以后的规划是什么？有没有人要保养我？有没有保养你？我们说，如果你今天找到一个很懂得你的好的男朋友，然后你会扫地拖地，还会洗碗，还会做会计，又有台大光环，你希望他一个月要多少可以照顾你？5到10就可以吧。5到10就可以了。姐妹，你这样打坏市场行情，你至少要20吧。我跟你讲，10万在台北生活不下去，20。不要，现在还在投资。比我还精啊！好，我们谢谢这位我们台大妹，谢谢。没想到会过，三个过吗？三个过啊，三个过啊！刺激了哦。我们现在1-1平手，我觉得这就算了，你们还都各问一个就过了。对，我们都问一个就过了。而且我们刚才顺道连那个摄影师都说，我觉得你们顺道太夸张，人家会觉得我们是谁的。我自己在旁边看都有点像了，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，怎么会是谁的？对啊，像因为刚才那女生她就自己讲3到5个，然后我就说，你要确定哦，她就自己讲3个，她就刚好过了。对，因为刚刚如果她讲5个的话，就不过啊，就不过啦。所以我们现在直接第三题，第三题是什么？刚你都说这边有人会包装嘛，那我们找一个比较没办法包装的交。过的炮友人数要大于他交往的人。好，那这题公平啦，还是猜拳好了。猜拳，剪刀手布，我赢。我很少看到慢出书的。可以访问你一下吗？不会很久，拜托。好，可以。他很落落大方，我喜欢。先问一下，怎么称呼？阿威。阿威几岁？27。27，我看错了。你看从以前我本来目测你可能20岁，那今天怎么会来这里？我今天自己来。你今天自己一个人来？啊，你要去哪里喝酒 ？Wave。对啊 ，Wave。一个人去 Wave 喝酒。对啊。所以你平常都独来独往，一个人行动，还是一个人狩猎？没有，喝开心的。你确定你是喝开心的？对。曾经有过纯炮友，就是没有在一起，但是有打过炮的，这样对象有几个？大概哦，要真实哦。我们金牛座不说谎。3个吧。3个？那你谈过的恋爱有几段？3段。怎么办？我觉得不能算过，不算。好啦，那你随便好，那你开个条件。你现在单身吗？单身啊。那你喜欢什么条件的女生？自己讲。外表清秀。哦，那我就不是了。艳丽也可以。艳丽也可以。哦，好，再来。瘦一点。好，那我也不是了。好，继续。有健身更好。哦，有健身更好。好，谢谢阿威。好，换你了。我这个没过啊。我觉得后面有两个女生那个可以问。不好意思，美女，我们街访节目可以访一下你吗？一下下就好了。好啊。你好漂亮哦！来，秃头，快点来访。请问你怎么称呼？我叫157，身高157。对啊，你长得像170的脸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你几岁啊？23。23不就还在念书？对啊。好，是什么星座？水瓶座。很外向，因为我们今天有任务在身，我们要找到就是属于我们心中的那个人。那我们可以直接问吗？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问。你交往过几个？2个。哦，很有机会。好，那第二个快点，你要继续接着问。发生过关系，但是没有在一起的。他想很久哎。随便讲，应该有7个吧。怎么办？大家都知道了，我藏了很久。真的假的？等下我想问你哦，你现在状态是你会不想谈恋爱吗？对啊，现在。所以你会觉得说男人就是玩玩就好吗？是啊。我好喜欢你哦。我喜欢你的答案。我喜欢你的答案。男人都骗人，下半身思考。对。
等一下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件事情的？2年前吧，被第一任甩的时候。然后你就马上觉得说，哦，男人就是拿来玩玩。对啊，后面都领悟了。对啊，后面都保持着玩玩的心态。所以现在也还是吗？没有了，就不想谈了。就是要怎样才可以成为被你玩玩的男人？长得帅，要够坏，要够坏，多坏？就是要可能表面高冷，可是私下要那种很暖的那一种。哦，我喜欢这种反差感。然后，对，我喜欢反差感。那身高有限制吗？有，一定要185。一定要185。现在比较吃外国男生。真的假的？你英文好哦。我英文不好啊。那你怎么跟他沟通？因为他会讲中文啊。好了，我们谢谢你。好，我输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在这里要谢谢香里，因为刚刚其实我蛮尬的，但是他帮了我很，多。我把我的运气分给你了。好啦，算了，我的节目我自己承担这个后果。那个惩罚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这边有学测考古题，然后你要在这种嘈杂环境中去找路人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解答一下这题，然后要到对为止。所以你这个是选择题答点进去或者选择答案？对，你一点他就马上告诉你是对。所以只要答对一题就好了。对，只要答对一题就好了。好，简单，我觉得 OK。你自己念一下，现在看到。见取正平方根三次，视窗显示得到答案为2，则 n 等于下列哪一个选项？这好难哦，我完全看不懂。仿一下，仿一下，快脱啦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Peter。那你数学好吗？我数学不太好。那你运气好吗？也不太好。好嘞，这个数学题目，请你帮我回答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你选一个跟你比较有缘的数字。但是4号。4号。哇！